2024年五月初四，今仔日是礼拜六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啊，这个各地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啦。啊，北部呢，啊，佫是有一挂低山阵吼，或者是微雨吼。过到过了后呢，啊，咱这个山区的部分，我来注意局部低山的雷阵雨。故日行到三月二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0度到34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麦咱就来个进行到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个看新闻啊。来，首先咱们来个报一篇啊，这个所谓废弃物乱堆哈，今麦杀掉真正吼，不是咧跟你解释呢。拢破家当还家当呢，啊，不过就是有一挂这个业者，就是讲吼小贪呢，这个业者小贪啊，就去吼啊，比如一挂这个清运废弃物啦，啊，是讲什么事业工地的这个废弃物吼，也这个清运工课，啊，无照去工去工得了对啦，无照去工去工得了吼。啊，即马用掠着吼，同法来这边，咱来个听看卖。你讲合法的业者呢，竟然就是这个环保的家抓啦。经警署这个报失总队掠着一心，搁再利用公司来假清运真相片的烂道案。这间环保犯罪集团去牵涉到吼，走空单啦，包括吼伪造车辆的分车的手法啦，去欺骗着环保机关的查证呢，实在是吼，另外吼，找别人利用三间面板将遮的事业啦、工地废弃物啦，同啊个再来山区安尼乌白倒，遮也倒，遐也倒，就对啊啦。这个总共倒的所在，差不多倒废弃物有16万立方公尺，这么多啦。办案人员抓到了后呢，啊，依照吼啊，一心苦职人卢俊林为首，总共30人来侵查不法的所得，至少超过5000万呢。依照家来查扣吼，这个头家。卢俊林2700多万的现金，包括伊价值2200多万的几落块土地，树林地检署将这个卢俊林头家就对了啦，包括吼含伊合作的业者等12人来个起诉。新北市环保局伫2021年接到报案咧讲啊，讲伫新北的八里那靠这个比较较偏僻的山内到底的所在出现了，何人乌白倒废弃物的物件呢？啊，大伙加着多七天警大队啊，调查局新北市调查处组成专案小组来检视，来发现着这个废弃物吼啊，种种诶一挂吼啊物件，敢那亲像吼有迄个单一性的性质啊。再有呢，车辆外观拢差不多同款，但是拢完全无挂这个车牌号码，怀疑就是同一个集团所做的。办案人员一直追踪来到三坪埔某一间吼啊，这个铁度的工程调查出吼，受委托的清运的这个姓卢的查甫人卢俊林啊，证人，依照这个无熟悉的清运废弃物的走空单的手法呢，啊，包括围着这个车辆的这个 GPS 的分析，啊，和环保机关误以为讲吼啊，这个合法载具吼啊，倒就对了啦，煞吼找来了另外吼无照的无牌照吼的这个。啊，姓尖甲姓翁吼，会嫌烦，再遭废弃物探到三间的半团塞堆山区去乌白道，这个地点有够侪，除了八里啦、南口啦，其他的地点拢还搁咧清点当中。经过追查，这个集团对2019年到2021年啦，加吼啊，这个272位的营建工地、铁度工程等废弃物吼的三元含膜模拟缓刑，等有2年多啦。环保局指出，咧公共废弃物呢，这个清理法的规定就对啦，达到一定的规模以上的事业啦，
譬如讲吼，因建工程必须要依网络三连端来吼搭配着这个 GPS 的方式来控管着废弃物的物流。这三条吼，除了伊的现金、头家现金，包括吼财产呐、土地吼，总共查扣5000多万。啊，这查扣扣5000多万，这条钱以后唔知变哪样，无咱唔知啦吼。啊，未来罚寡当啊，搁再判寡当，无咱唔知。但是这个人是算真废物。这如果那是讲有咧倒这个废弃物吼，事业的朋友了，对个，应该这篇安尼听你听哦，伊所谓的用计 GPS 就是讲吼，政府规定，你若无这个工具，你做了对个，车爱有迄个嘿 ，GPS 哎，定位对个，政府要追踪讲你是不是有照起人努力来再去倒，有利用在空车。啊吼，驾着这个 GPS 安尼走去政府规定的时候，在遐走一抓安尼。啊，政府不管单位吼，伊讲有啦，即拢有照起人去咧倒，殊不知迄只是空车。其实这个废弃物是用另外无挂牌的货运第三间尾端。大灾对这个山区去，啊，这所在真侪啦，后八里、后南口吼，定真侪所在安尼倒吼，啊，希望公家吼查扣掉，这个不法所得2700多万，包括2200多万的土地财产甲现金，应该全部没收，啊，而且一个判当当。咱台湾以前无规范这种法令的时阵，对啊，听众朋友应该拢会误解吧？有当时咱若行去吼，甲山内到底细条路啊，拢会看讲哇，还一步阿莫逃出大步。迄个就是讲那附近的工地吼，譬如南阿矿，阿都运气到底，大要灌迄个什么阿莫逃阿灌村的啦，灌村的你无可能去灌啊，灌迄个碰起，都碰起谷底啊，迄个未看见啦，伊同阿上迄个村的。大清清在在附近的草坡啊，地里个倒的，啊，含一般废弃物无同呢。迄阿莫土是定义是定国空的，迄是变起来无路用的石头底下呢。包括废弃物啦，安尼细节你拢会当看的，看的有够阿三正讨厌。慢慢开始一直修法、立法吼，啊，愈立愈严，啊，但是还是分犯，难犯啦，系啦，有钱人谈你就做啊。啊，这个物件其实咱讲真的啦，这咩啦讲啊，这伊迄个。这个做迄个做 GPS 点位吼，哦，主要是用一只空车当卖的所在咧走，啊，加做迄个分离出来。嗯，哦，啊，正经伊去偷倒迄个物件的时阵，迄车就 GPS 就甲禁掉，或者是连车牌嘛无，就无用啊，就对啦，吼。啊，所以你有些点一行，爱就甲你破一行，你看咧。但只问题是安尼啊，你今那个砸掉，不管所得过2000多万啦，5000多万啦，吼，啊，5000多万咧，不管所得。讲阿歹听，遐系土壤就对啦，啊加遐地啊，互你母阿咧落去到地户吼，全部要阿恢复，我一块石阿无在条恢复过来，所以这个，对啦，你阿钓总是你阿钓啦，啊就阿破较重的就会当阿咧念哦，较早有人咧讲，较早常常拢会无意中就去看到讲通常倒位就是菩萨，倒位是菩萨，我印象中较早台南市5期啊，5期，拄阿打屯起来开始咧工作迄个时阵。上次，迄个倒它是恐怖，迄什么物件都倒倒，我感觉差不多倒钱而已咧，死人无倒去啊，有啦，我伊来倒啦，我系知嘅，迄个时阵我未开发，阿拢迄个草啊啦，什么种种有诶卖，刷玻璃，啊，因为迄阵啊对啊过诶时阵，就是规个条粪扫啊咧，啊，咱即马即个自由路啊，自由路，你较早是爱卖掉咧。我唔知啊，那是正品牌，高山是正品牌。嘿，自由咯，他这还是算低个数啊。对，这阿爹吼是 N 买掉吼，啊，他这贵品诶，迄个本身说瓦罐唔知啊吼，啊，当然迄个 N 买掉应该是属于政府规划里啊，这但是较早都功夫较未遐好，所以无啊就是这么处理了啊，是吼，啊都用较做好势，啊要趁这个钱啊，放心诶啦，趁钱人人爱啦，是，无人骂你趁钱唔对，还是你方法啊唔。对就不对了吧，哦，对不对哈？那查你家，这个新闻废弃物吼，这个头路事业本来，利润都袂歹啦，真正本来就利润都袂歹，有种物件少人咧做啦，啊，所以有咧做这种工课的人就对啦，你照起工去做，研究性去做，拢无地带，啊，你若要违法做，就是安尼杀掉啊，哦，杀掉吼，啊，所以慢慢如果那是杀未完、抓未离的话，立法委员那个。
搁再定立法，搁再修啊，系啊。啊，除非讲无电，搁抢无电不分期，种型的人，唔管你啦。啊，无照你讲吼，哪里啊吼有爱心，对土地有爱的人吼，拢袂当当这种吼，即个那挥泪吼，亲文事业废弃不的人去学别倒安尼啦吼。来，另外要讲，听讲别人倒一篇啦，一篇呢。毛碧雄因这辈兄哥啦，因这口罩，咱讲实在吼，鼠灰真济啦。嗯，男是黑，就是黑啊，上可怜的就是吼，毛碧雄因爸爸的哥哥。嗯，哦，这叫国民党安尼娃娃怕死啊，死个真歹看吼。啊，这大家拢知影，免搁再聊啊。咱今麦要讲毛碧雄因这辈兄哥了，来贪污啦。啊，这唔知是用贪污罪，无即用诈欺罪来办的，就照你讲，马用贪污罪来个办的。啊，但是这个人吼、哦，好加在，今年已经93岁啊，所以法官吼、哦、尽量把迄个刑期吼尽量加压好上低啦。无即那两日你关上久，这唔知吼，话倒转来你也唔知影。这批人个听讲嘛，你讲桃园客运的前董事长吴云峰啊，引来扑报。买车的费用诈领交通部公路总局的客运车辆的买车补助款，总共有1244万啊！1244万，一审、二审的拢依着共同诈欺罪来判，这个吴碧雄因这边呢，搁吴云峰有期徒刑2年啊！最高法院长已经啊驳回啊，这个吴云峰。上诉已经确定定案啦，今年93岁的吴云峰确定要去关这条2年的徒刑。来听我问你，咱知影一个人，如果你若有在钓，人钓到政府的工课吼，啊，客运呐，嗯，啊，你有在钓开一间客运公司，哦，迄种不得了，迄人是非常的有钱人，就是大富家人，嗯。啊！因这种人，因这是到底是安那去蹭的？咱人唔知啊。那国家永远都有这個，是安怎？因为我买车做客运来赚钱，政府都爱去补助我。我想拢无呢。啊，先开一间那个客运公司啊。啊，你开始变了政府的套路啊！吼，这条什么中山路啦、啊新山路啦、主路，全部拢你标起，你咧走的钱，你赚安那爽歪歪啊！啊，是买公共汽车。买吼载人客要去赚钱，政府大去补助好伊。好，政府补助好你无要紧吼，伊就是安那算，咱唔知有可能你吼未好啊，是安怎样？我唔做好谈。嗯。竟然吴碧雄因这个这边遐个吴云峰单用铺道个，譬如讲一台公共汽车吼100万，伊讲120万。嗯嗯嗯。街头报吼，25万单中出去一谈的，就是这条1244万啦。吴云峰，这是国民党的英武主席啦，前啦，英武主席吴碧雄，因这边兄哥啦，嘛是前桃园县长吴志扬，现任的台北市议员吴志刚的阿伯啦，算这边阿伯就对了啦。伊掌控着这个桃园客运经营权已经超过30栋啊呢，三年嘛吼，争取啊要得到国民党甲提名选桃园县长，但是提名失利就对了啦。包括书记所讲，2016年桃园客运买车的议价会议啦，议定要吼两嘛分将两公司得标啦，个别10台大客车75台吼，迄、那个算讲吼价低盘的公车啦，啊桃园客运为着要赚点补助款呢，单叫着吼分将两公司配合吼合约。定价每一台车加报出25万出来了。吴云峰许可批示了后，单向啊，这个公路总局请款1244万啊，同地检署来起诉11人，法官考量着讲啊，这个吴云峰已经吼、哦、超过80岁啊，单尽量甲减刑，从迄个刑期甲迟来上届加就对啊啦吼。甲判2年，分中粮公司沈阳的这个负责人桃园客运沈阳迄东西，这种经历定真侪名共犯分辨吼，第一审、二审判缓刑，也是判无罪，拢无搁再上诉啊。可能吴碧雄因这个这边兄哥就对啊啦，安尼贪污啦吼，算诈欺啦吼，判2年。93岁啊，这根本不可能，你不管。我看不到啦，这边你差不多才挂单的报啊，九一啊，谁处理啊？但是。嘿呀，人咧讲迄个是安那，迄个因咧开客运公司，政府都爱补助是安怎吼？
原因就是安尼，因为安尼客运吼，有诶路线是算作趁钱路线。哦哦哦哦。啊，有诶路线根本你可能走几工诶就对啦，再无五个人。但是你路线你会使取消诶，未使。嗯。是安那，因为公共运输系统是政府应该爱护、比较方便诶方便啦，对方便。哦，简单讲就是安尼。用安尼来推高速了，对啦。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来开一间迄个做三年迄个客运公司，对不对？我买车。好吧，政府先签，我怎么要走这条线？嗯嗯，啊，这条线可能干大话者，可能大十号、二十号、三十号。是是。但是你也使唔走嘅，无走下来，你安怎？无啊，公司。啊对，啊所以你就必须来走，啊必须来走，你绝对了钱啊。嗯。哦，因为五号、十号，但是我可能走一下，一年要坐呢。一工，一工可能啊，再一年呢，政府就会补助。哦。啊，所以讲。做地较早迄个国民党咧乱乱讲，啊！你做啥物建设咧？做啥物交通运输啦？啥物种种无趁钱了钱？迄、嗯、人听得到，就大家拢会笑。是，迄个早诶人就对啦，像咧内行诶行家啦吼，迄种专家就咧讲，公共运输都是摕来趁钱诶、啊。嗯嗯嗯。公共运输全世界各国做侪政府为着补助即个公共运输，拢开足侪钱诶。了钱做对对对，啊！所以咱台湾，那反正政府诶钱嘛是民间缴出来税金啦、啊，对不对？哎、啊欸，啊！所以。咱台南市就真心实，台南市就在为了要来讲，这地你一定爱有运输的系统，爱做系统。但是呢，一直剥夺这个嘛不是办法。嗯，所以台南市就叫小黄公车啦。小黄公车，嗯、就是计程车。好好好，坐公车啦。嗯，哦，安尼来，伊时间来到吼，就一个计程车就过嚟啊。嗯，哦，停嚟啊，啊，你要坐就坐，啊，若袂就离开啊。哦，有安尼啊。哎哎，叫做小黄公车啦。嗯，哦，啊，另外我以前还讲，还当卡电话来五点，大概几点？嗯，要坐啊收钱，唔是用计程车的。诶，进修哦，修进公车，公车诶，迄个，我坐迄个算舒适诶啊。啊对对，叫做小黄公车。我知影北投伊啊，个另外一个行业啦，嗯，就是用奥多麦咧载人。哦，啊，我即马有哦。好啊，好啊，好啊。因为做偏僻诶路线就对啦，对对对，基本公车无走啊，搞啊是无公走诶里边啦。啊，就用这个啥奥多麦载啊，啊，就外行我咧算一个几十块，意思安尼。诶，上早以前吼，北投伊上早以前拢是安那咧载啥？你载了哪家事？哪家事？阿伯就载了杂音啦。哦，上班小姐。哎，对对对对。啊，你后呢开始变成讲，因为你已经卡山了嘛。嗯。啊，干妈店啊，三日卡，就想说改工，我阿伯麻烦者，伊来是买两斤两呢。哦。啊，买一个啥？啊，你收一下淡薄啊，迄个做运一个费用。啊，到这时还有对啦。有够。哎，到这时还够有啦。因为还是一个地方的特殊的迄个文化了，对吗？好啦，来，感谢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政府的好意吼，咱讲真的啦，就是有人要来撑这个面子，他就是做疲劳，就是安尼个对哈。啊，你唔买人英文的，他唔买人英文的，你唔当讲是干什么？对，你不能可能讲讲讲无听的，阿新在讲什么？你嘛讲。啊！迄几年抗天去坐路，再也无一个人。啊！你去坐去坐要冲啥？对啊，啊！有当时啊，你伊咧咧有诶路线是安那，伊有一个运行时间。嗯。哦，比如讲迄上下课时间，后来迄上下班的时间人足济。嗯。啊，平常时看人看无过啦，迄种爱补助啦。嗯。啊，补助吼。好啦，进广告，啊，下面接个倒转来，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来感谢。放了就是吼，啊，放尿啊，说弄放废的，放啥？嘿，放尿拢放废。啊，你原本那个啥？啊，这个放废吼，啊，我就感觉讲，嗯。这有气有力，有啊！你本来必尿系统有问题，有问题。我本来有尿口酸，是安尼啊。我做啊四五年，四五年啊，去五年的时阵啊，因为开车哦，哦，刚才开车我四十分，路边放五百尿，安尼哦，我做。哦，医生话讲一定爱手术，哎，都唔知啊，叫我讲啊，分期机哦，要小姐一个人伫工地，哎，甲你
就是讲下啊。哦，对啦，要对后边检查啦。哎，啊，我咧无五分钟久都是不出来。哦，这几张票。哦，安尼哦。啊，叫我讲一定爱手术。哦，你咪好流啊，歹流哦。啊，你即马头先不检查，放进去，哎，我提药啊吃吼，提西药咧吃吼，感觉尿都无遐济啊。哦，安尼。啊，无食啊，咪困啊，八个五摆放尿都拢未困咧。哦。咩药啊好啊，啊咩个买好啊包啊。我就过去北京，我也继续食。我是烦恼一点流，因为手术了后话吼，好话什么神经骨去挂掉了，也是去排些地啊，我会惊的。是。啊，我一条安尼，我落骨在去啊，啊，跟他食西药。我食这食，隔日买这买两罐，啊，食差不多十一二天吼，开始放血。啊，到即阵哦，再过一礼拜哦，我头下头要食二十天啊哦，啊，照常哦，是即礼拜来弄放血，但伊个血吼，是说透早放个吼，靠伊个血骨带伊个我个血管，好，有带血管，好来咧，哎呀，只安那流头流尾吼。拢有血，流头有血，流尾就较无血。流头若无血，流尾就有血。上尾啊，那再一时白个拢带血干。好咧，我想讲，那是我迄个尤其有结果啊，不是。啊，你今麦这感觉身体啊，身体啊，啊，身体有感觉啊？我无感觉啊，无感觉啊，我去充足咧。我给你报告一下。我现在上自信讲哦。好，归厝来，大家烦恼啊！叫我讲爱去检查。哦哦。我今下袂好检查，较紧嘛，我甲你买，甲你手术了咪啊，把我都无安。嗯。哦。啊，结果我主要就是讲，真正的是我主要就是我自己卡吼。嗯我伫个你我十五岁时吼。嗯。爱拍我老婆。嗯嗯。我十八岁吼，啊，卡骨哦，啊萎缩啦。嗯。啊萎缩以前。我已经把基本是67岁啦，啊，已经一直卡哦，哦，在10年足足啊，未行，我廿七八公尺都未行，好了，啊，那未行的时就卡咧酸啊，白晒就要滴出来，看过啦，哦，我卡落去快人的耳朵摆的卡成这啊，哦，啊，本来有栏杆嘛好啊，哦，啊，我就开始往这个，因为。半年拢去迄个福建去哦，都无效嘛。哦，这起码10年啊嘛。嗯，啊，我卡拢去个耳朵外边哦。哦，卡东西，啊只，迄个头吼，啊只有只骨凹了吼。嗯，啊头上卡吼。嗯，啊皮肚卡我乌个安尼呢。哦，安尼吼。我都凹个，哦，啊乌卡呢。啊，今嘛干啥啦？干啥啦？哎，啊今嘛啦安尼。冲两一些些四五百啊吼，如果行，啊我50公尺，啊如果叫军，好啊叫军，啊本地讲我萎缩，啊萎缩的时阵，讲自己卡落尾吼，讲食骨较脆来吼，讲出皮变骨渣，来骨掉，啊你今麦有咁干啊你？啊这食十第八天吼，是，本来拢只吊疼嘛，啊。你把家里在干，啊，第八天就开始袂疼。哦哦。我你嘛吃1公里，我阿哥无干。啊，1公里哦。哎。啊，你这卡反应真紧啊。哎。有。嗯。哦，你本来他行100公尺、50公尺的。我走。哦。你嘛刚行1公里哦，1公里，1公尺。我你嘛我看最辛苦哦。嗯。他才20分哦。嗯。出来都变半截半截呢。哦哦。不会啊。啊，就弄没了，对了。好啦，真感谢咱公司大师太台湾人苦了背节目哈，不以上敢见证的讲不了，但是对伊的心理上帮忙太大就对了。人家咱台北注意个听了才讲好过，真正伫个心理上拢锻炼起来。这是新人公司许多商家产品了对，所以公司许多辛苦白听，不是问题，食第二个是关键，辛苦白听。你若是咧简单的感冒啦，食唔到药对啦，无效对啦，含感冒都无法度，伊这只咁重要对。食到药，食到好的产品，身体上都改观，都无同款，健康，吼、哦，欢喜了对吼。信、哦、南公司好，独家提供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吼。中国服务机会边缘出送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
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哦，来，看看朋友，咱今麦是从你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赠送，可能买十罐的朋友，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平底锅一支，你要金电风扇一台，金燕窝两盒，来都有十几罐的包装。伊比个金城个毛毯，金信山公司零五三十六升的惠安素金立联保顺健喜乐清两骨素，三十六只拢会当，咱一道金一行没关系。啊，另外是厝内个别信山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赶快有提供一挂精品，为了锦上我咱美国款的朋友哦。美国款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简单锁把汤锅一支，你比个金吼，保温锅一支。你要金白素丸起锅一条，金大香的芳草啊一打，要金无烦恼的洗头毛巾一罐，无烦恼洗衫巾一包，你要金燕窝一打，内底有六罐的包装，拢总会用起。咱一条金一行为原则，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啊，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这首的歌曲《陈云杰问问阿好》。Thank you。
好嘞，感谢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个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8-668，电话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的身份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这个跨新闻嘛。来，另外咱啥最近这个情，特别市场嘛是挂东东主席挂问题了。最近咱咧卡着真侪条这个贪污的案件啦吼，啊，其中有一两条已经叫检察官吼，家己做笔稿，即马咧做调查吼，啊，其中这篇有这个电子报吼。你得到电子报的当署长，这个叫做吴子嘉吼，有伊个看法讲法，咱来个听伊安怎讲。瓜党的董主席嘛是前台北市长瓜文添啦，因为惊花市啊，这个案件啊，甲北投树林科技园区啦，去予人家质疑有贪污、有多利，被民众甲各涉嫌贪污啦。台北地检署嘛，以涉嫌贪污罪来个吼啊，做侦办啦。从这个瓜文添做笔格来个做侦办。对着这件代志，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嘉，伊就安尼讲呢，伊讲检调真紧，就会发动着搜索啦。哪有人摕着钱，甚至有公文，安尼这些瓜分贴就惨嘛，有可能都会收押出来啊。相对的瓜分贴，比着做比个吴子嘉伫这个车里一的节目当中关键的时阵，伊安尼讲呢，伊讲唔定昏暗上界含的都、就是，拢已经确定应用。贪污治罪条例发条啊，伊推测啦，检调真紧都会来个搜索啊啦。吴子嘉有讲讲过去呢，伫郭文铁办公室的人就对啊啦，有甲讲过，讲郭文铁呢，讲吼调过去将一寡资料吼 copy 登去厝啦。啊，检察官当然知影嘛，冇可能，这个郭文铁伊嘛知影啦。啊，这个后边边就发生什么挖哥代志，所以伊就要紧 copy 一寡资料倒登去，要做对抗，要做主报应啊。吴子嘉伊基础的公共这个案件，由这个检署乌金的专组的检察官林俊彦指挥咧做侦办呢，而且这名检察官呢，从政治现金列做吼啊贪污的范围咧办，这就足好十万呢。那是讲合法的政治现金有登记啦，那安尼就免做啦。特别犯啦，这是检察官吼啊比较吼较宽容的概念啦。但是检察官是安怎样啊？要挂线个监听呢？有可能是因为挂问题吼，有一寡物件捞出来。啊，这个被检察官听到，吴子嘉有言啦。检调单位正紧得发动搜索，那是有摕到钱。有甚至有公文，啊，你挂问题，一听就惨啊，有可能就是去用收啊，吼。嗯嗯，希望吴子嘉讲的是真的啦，因为这样在讲的吼。对对对，你看，人家听新闻的，当作在听歌，这是你新闻在报呢啊。不是，我是希望啊，咱较紧的吼，这个挂问题甲收啊，起来我看到迄个笑表情吼，看迄个时候是要几百块了对吼。啊，这么完善是干啦，咱希望挂问题向收啊的。搞不好才吴国昌就希望瓜分掉，唔是嘛？有可能系，我先先讲下即个瓜动作啊，执先得，我一变咗老多，动作先就变咗啦。那伊按在目前为止，奇怪，即个大巨蛋可能阿未有迄个就做啥，阿未有迄种所谓变的啥退出来，那个对啦吼。所以足奇怪，啊，即嘛讲的是咧，咱咱讲的迄两件咧，迄两件啦吼。啊，若讲迄大巨蛋，讲迄无代志，迄我搞怕是我都唔相信，咱讲真嘞，吼。好啦，啊，挂问题的案件成本啦，即个咱就甲看落咧啦，吼，慢慢啊看，啊看下壁咧，结果会安怎样啊？希望啊，检调真正像这个吴子嘉讲的，讲速度真紧吼，连伊都甲收啊起来，安尼就对啦，收啊，吼，即挂问题来向收啊，绝对足好收的，对不对？好，好，来，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下来，另外，咱那个看了一篇这个台南的报告啦吼，所以今仔日呐，无看到这篇新闻，也唔知讲咱台南市竟然讲这个火鹤花栽加这里那济啦。讲最近讲咱台湾啊，所生产出来的这个火鹤花就对了啦。
火火花生算作树啊，还是花？花花花啊，伊个花吼，伊个花都都直接袂输上鸟啊，呢我嘛袂晓讲哦，系啦，哦，伊都上鸟啊，是某种花啊，呢啦吼，啊是啥物？哎，唔是哦，啊唔是，火火花唔是，火火花伊都。一条啊，内面吐一支，等等出来安尼啊，有人讲南京花安尼啊吼，啊，台南市这个火鹤花吼，这唔定啊，讲是这个啥，母亲节、毕业季节、家人们，大家啥子买买花就对啊啦。啊，这个近期讲干那销日本啊、澳洲的市场，哦，拢销价有够多，和台南市进火鹤花的农民来探亲探家呢，吼、哦，油细细、颗颗颗就对啊啦吼。农业局以基础的公共业月到四月，台南的火鹤花对日本的销售量有40万过2000支啦，40万过2000蕊就对了啦，是比去年同这个时间加成长了6.1%啦。外销澳洲毛8万支啦，比去年比起来已经加成长了吼15000支去里啊啦。啊，这个火鹤花吼，伊有过来种。迄、那个花语的解说，咱知影吼，迄、那个花拢有伊花语嘛。啊，这个火鹤花吼，讲后这个心光火道啦，火烧心的意思啦，热情啦、啊，关怀啦、啊，祝福等等啦，我、以这个意思啦吼。啊，火鹤花伊够一个假音，讲何是火鹤？火鹤的对啦。哦，火鹤安尼代表用代字来个两边火鹤的对啦。才好。啊，这个唔捌。这个唔捌吼，唔捌台语的人开伊讲这個，一般咱好好好，后边拢加台语啦。好好，你记啊，你记啊，好好，该唱啊你。啊，唔捌台语的人伊就讲火火鹤花，即两字火鹤，念台语讲火鹤安尼啦。其实哦，台语呐唔捌就对啦，卖底下都学白唱，较袂浪费啦。火鹤后边是拢加台语，火鹤，你记啊你，真正你走袂去啊你，火鹤。该惨啊你，拢嘛安尼讲就对了啦吼，唔通我白讲哈。看他看他讲人，我有人听讲，好好，对对啊吼，对大奖啊咧。真真真啊，人嘛听不用啊，拢是搞歹听话较济啦吼。啊，另外讲这个火鹤花公伫咱台南市，啥物所在正常侪呢？就是六家啦。哦，六家就是吼啊，咱这个迄、那个台南市正常侪，啊嘛是全国正第一侪所在啦。哦火鹤花怎样？有人讲南京花啦，伊都安尼一对吼，通起等等，通起等等出嚟安尼啦。啊，火鹤伊即马吼经过改良，所以色滴正侪种的，后白色的，啊后粉红啊色的，后甘啊色的，啊后紫色的，啊后青色的就对啦啦。啊后迄个草花打色的啦吼，正侪种色滴啦吼。啊，即看啥物款人爱戒，啊火鹤花有一个好处，啊，伊就是冻头正久。伊就唔是讲像一般的花蕊安尼，讲你过两冬啊，伊花瓣会熟落，会烂落。伊同我好一蕊安尼，啊，长一支心，你夹插落，咱插足久了，对，正冻的久了，对啦。啊，那个讲叫火鹤花安尼啦。哦，是这样的哦。嗯。哦，啊，这是安那这南宁花都得力啦，有影啦。啊。有个通一支小支支出来，好简单。对啊。啊，你若讲伊个火鹤，这无啥成呢。嗯。哦，插来个就无啥成。伊个火鹤两字是花。火含迄个鹤啦，是白鹤、绿鹤啦，火鹤花啊，火鹤诶，北京语，就是敢那像咱台语咧念火鹤安尼啦，火鹤啦，啊，火鹤咱通常咧讲台语都嘛有别个歹听话。好啦哈，啊，这是咱台南算大众咧，就对啦。嗯，好啦，来，即讲过吼，阿良你再个倒转来来，感谢。这个台语，咱也有咧讲的人，咱啥讲，伫什么款话用，伫什么所在，这拢真内行。啊，你若久无讲，啊，那是讲唔是内行的人，但是拢用掉伊吼，啊，这免不了啦吼，因为你无讲，啊，都拄着安尼转一两句啊。有可能你会讲了去吐出，尤其咱最近嘛，时常有一听就讲吼笑衰啦。啊，笑衰，咱甲看报纸也是电视，那只要讲到这两字笑衰就对了啦。有当时有人讲唱衰啦，啊，有人用唱歌一起唱来讲这个笑衰。其实台语笑衰，是要讲吼笑瓜一笑是笑啦，起笑啦，起笑你衰笑啦。笑你衰就对了啦，笑衰了。
啊，但是唔捌台语的人，伊就认为讲啊，人咧讲笑，迄、那个笑说笑说，就是笑挂伊笑，唔是哦，唔是笑挂伊笑，是笑你哦，笑你无录音，笑你含慢，笑你衰笑。啊，但是你个只，你个这个这个只要你个注意看，只要脑筋容易出现，因拢会讲唱衰。啊，得用那个唱歌的唱，就是笑起笑的笑啦吼。啊，当然你那个啊，他这笑衰的就是看。当然啦，伊是用一种北京语的发音啊，但是你毕竟讲唔把你少年家囡仔咧学台语的过程当中啊，对啦。伊认为讲唔啊笑衰就是一直笑唔是啦，是起笑你衰笑啦，起笑的笑啦，笑衰你啦吼，笑你无录音啦。意思是咧起笑一笑，唔是笑怪一笑安尼啊。阿摩多咧讲好好，后边是加翻一位，唔是好位哈。我在我只样个位。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 T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碰毒一次，危害一世。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五月最温馨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五月真的很温馨。5月15号是联合国订定的国际家庭日，各县市家庭教育中心在五月份都有很多系列活动，可以带着家人参加，促进感情哦。那活动资讯要到哪里找呢？可以上教育部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网站也有丰富的家庭教育资讯哦。好，我赶快来找一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你的问题，全球方式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方式就对了。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方式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全球方式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东98.3，快乐配鹅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在玩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9点整。Oh, my God.
花果有用，嘴齿才留会掉。咱白沙湾齿膏过嘴齿花真正有效。我呢，十几年前，四十几岁，医生讲我牙周病严重，我甲用这条白沙湾牙膏。现在即卖十几年来，医生过后检查的时阵，伊讲我嘴齿花是健康的。听众朋友，这个情形，你市面上要找这个齿膏真歹找，赶紧电话跟卡，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你。控八控控控五八六六班吼，这个电话是咱长谷冰库会的叫会转送电话吼。来，台湾朋友，咱叫一个活动，来可能台湾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吼。咱首先这个活动吼，这是咱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北头港综合宫。咱这间庙宇呢，建庙至今已经200多年啊。佛师的神明最主要就是北极先天上帝甲主台夫人嘛。啊，本宫呢，对西元1984年有来做一次诶重建，啊，至今嘛已经40多年啊。所以庙龄管理委员会决定要重新来修建，而且。诚心邀请全国诸位先贤代表，大家做伙来到三江观神看做神事。咱如果有要观看来重建庙宇的朋友呢，咱庙龄一个电话会当个卡来做指接，0928-381-899，0928-381-899，找欧先生收安得用一下。啊，当然咱观看那超过10000以上吼。显性代表将咱的大名调去伫照壁顶面做一个永久的纪念啦吼。以上把咱做一个报告感谢吼。来，接下来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李先生来点播上天君演唱的歌曲《母亲请安》。
绝对抱你心头的情，请你站三苦甲情，好好过一生。感谢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个免费的机会转线，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一直是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他过来，公司中的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哦。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甲进行这个看新闻哈、哦。来，来接落来，咱伫这个时阵要来甲报个名，这个挂车的代志啦哈。啊、首先这个第一个歌星就是邓丽君，听说朋友邓丽君大家也知道已经死很久了、啊、他在他事业、当时他的过程当中呢，那当时这个中国共匪头就是邓小平在主政、也有传说说很多那一些共匪叫他就过、中国党演唱会啦、但是他当时坚持啊，唔过都唔过，啊，到底有对什么官得头过无？咱唔知影，伊就是坚持，伊就讲过伊唔过。上届金就是行到金门妈祖嘛，去啊唱歌吼闹军嘛。啊，这个人后手伫泰国的清迈来过往去。啊对。啊，到啊，黑姑嘛，到拢讲黑姑死去。啊，议论纷纷啊！啊，而且讲死去了后，咧验尸的过程当中，因迄个法国男朋友啊，迄、个法国的男朋友减25岁，坚持无要和这个泰国的人验尸了。啊，但是听咧讲讲吼，死去了吼，邓丽君的嘴巴吼，有一个巴掌，就是向甲剩一个正大的嘴巴银安记起，留伫这个面顶的顶啊。啊，做用大包，唔知影咧。啊，这个例吼，到到即马拢也未透，但是吼，伊到底是安那死的呢？听讲中国共匪迄当时爆发掉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伫广东啊，什么外国大学吼，伫因中国算讲一个真有名诶，这个医生啊，钟南山呐、这个当时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拄啊爆发的时阵，伊拢有出来咧讲话嘛，讲安那拄安那，即、这个知影内幕。啊，这篇的新闻，咱来甲听下，看嘛，看下那报。这个人，迄当时因为泰国清迈遐医生含伊交情真好，真熟悉，真熟悉，所以邓丽君伊真真正正安那死去的，钟南山拢知影，钟南山啊吼。这篇短短啊，咱来甲听下看嘛。你讲伫咱台湾呐，买当讲算伫这个东南亚一带的这个巨星。邓丽君呢、以这个真柔嫩幼丽的歌声，永远会当讲留伫这个世间人的心目中啊。伊伫台湾所唱的歌吼，有够侪，有台语，有北京语，有日语，有英文，有广东话，足侪吼，伊的歌足侪啦。啊，而且伊在世进前会当讲唱红了吼，无数经典的歌曲呢。伫这个歌坛有吼不可撼动的地位。这个人他的出生地在哪里呢？就是在台湾分林的村卡所在，这和江辉同故乡啊、但是我们知道丁丽君他是外省的，对对对、他在大汉的过程当中、有哥哥还是家里人都在台北来发展、
啊，伊就感觉讲，婚姻这个所在，唔是伊永久有法度能发展的所在。嗯，伊当时伊就真爱唱歌，啊，就对答答起来啊。啊，慢慢慢慢的已经吼，啊，唱出伊的知名度啊，然后。啊，但是这个人会当讲风尘仆仆啊，在一生当中，伊交过男朋友，都发觉上尾的这个，咱嘛知影讲，伊曾经嘛含成龙嘛交配过。嗯，啊，这到底伫台湾一个交几个男朋友，这拢唔知影。丁丽君伫1995年一五月初八日呢，伫泰国突然间来死亡。伫伊死亡的时阵，伊的嘴巴顶面呢，佮留下了吼一个小僵硬，红公公，红鸡鸡。而且伊当时的法国男朋友就对了啦，伫这个泰国清迈的医师坚持啊，要甲解剖。啊，坚持要个解剖吼，要个验尸的时阵就对啊。因法国这个男朋友坚持袂当好，泰国，好、嗯、泰国医生个解剖验尸无爱，好煞好这丁丽君死亡留下了吼，袂少的霉啦、嗯。大家就开始用药啊，到底安那是安怎死安怎死啊？大家通常拢吼要黑骨死的啦。嗯嗯嗯嗯，咁是黑骨死的。嗯，事实和黑骨有关的、嗯、啊，要认真讲吼，唔系当讲黑骨死的啦、嗯。但是照理讲，伊应该唔免死。伊若伫台湾，一直讲伊伫台湾，绝对救的我、嗯，绝对救的我，不行，伊去到龙岸泰国吼，都无多人家去看。你讲人讲是上了上万呢？啊，无多迄个所在就是安尼、嗯嗯，哦，迄、那个所在就是遐人家偏僻啊。你讲1990年，丁丽君伫法国实习的一名点伊15岁诶法国的男朋友，这个叫做保罗啊。迄当时保罗啊，保罗啦、啊，我比较小只佛，要包呀，保罗的保罗的保罗保罗啦，啊、保罗吼、哦，我是诶，保罗作为这个邓丽君录音团队诶一个记大手的朋友，来个探班来个看的时阵呢。经过介绍了后，实在保罗同我做上了邓丽君伊诶这个唱歌的团队内面一个吼专业的摄影师啦，专门咧甲邓丽君翕相的啦。嗯嗯嗯。啊，翕一个久呢，煞两个人煞产生了恋情，就开始谈恋爱起来啊。啊，不过这件代志，叫邓丽君因厝人听到了后，真反对，讲哇，这外国人，啊，这个减你15岁。就是被他倒钉啊！嗯，啊，这倒钉嘞，这敢无结果？当然，亲人厝的人看是用这个角度看啦。嗯，但是邓丽君伊唔是啦，邓丽君伊感觉讲啊，我两交一个我介意男朋友啊，爱爱我啊，嗯、啊，我嘛介意安尼啊，啊，就倒钉啊。男女之间的相处就是单纯的，嗯，但是边啊，你看的人伊就用作势无同款的角度去看，伊会讲未来结果。啊，恁会结合未？啊，结合关啊呐！啊，问题高人，我到即马我都欢喜到，你讲看什么种哦？有人是高男女，并不是安尼嘛吼。每一人每一人的高男并不无共，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反对。但是邓丽君已经对这个男朋友保罗已经吼非常的痴迷啊，人讲爱得较惨死啦。是啊，是。迄百未开啊，百未开啊，表示甲因兜的人讲啊。讲吼，我爱一个人含年龄啦，含伊国籍啦，无关系着啦，你卖管遐济啦。啊，就安尼，因两个人就做伙吼，行过了5年的时间啦。伫邓丽君过往去的进程一个月呢，因一个伫泰国的庙寺举办了吼一场这个订婚的仪式呢。1995年的5月7、8日，伫泰国的清迈吼啊，这个梅宾。酒店丁丽君啊，因为烧得真严重啊，倒伫涂骹真艰苦，煞去有一名服务员发现着，随时将伊送去当地的病院做救治。但是抢救了一点外钟了后，赶快救袂倒转来，就来宣布死亡啊！正了解这件代志的林书咧，讲讲当时的丁丽君伊男朋友保罗有介意做位去清迈。而且保罗迄个时阵就对啦，出外伫外口等来了后啦，比人讲邓丽君就对啦，比上来到病院抢救呢，比上去病院抢救啊。但是这个保罗伊一点仔特色都无呢，伊赶快哦，入去房间拍个来做一困啊，困到到阴暗，唔知几点，警察来弄门，甲讲因女朋友邓丽君已经死啊，一下惊醒起来，啊。
无大座位吗？大座位啊！大座位啊！人已经要来咧搬凳，你真的是伊唔知影在咧困。无伊人伫外口。哦，伫外口。哎，啊，迄、那个清洁人员看着邓丽君倒伫涂骹，正艰苦，甲送病院的时阵，伊人搁伫外口。哦。啊，伊后手转来饭店的时阵，人讲，哎，啊，邓丽君去送去病院咧。伊嘛无咧管呐。哦。伊就搁伫咧房间搁做伊困啊，那个地方。哇，这个做反常的啊！啊，知影、啊，事实上，这个医生曾经有提议对死者要来破解啊，解剖啊，要来调查出死亡的原因，刷去有因男朋友保留骨折，啊，并且伫这个死亡证书写着讲遗体不准去吸掉，不准解剖。今仔日阴暗呢，特别加伊吼，并伫冷冻室内底，加上邓丽君啊上病院了后，面顶足奇怪，那有一个手掌印啊，红记记。啊，互外界的人认为讲，死掉无单纯呢。二十年了后，中国一名正出名的呼吸道专家啦，这个叫做钟南山啦。二十多年了后，伊来讲出着邓丽君死亡的谜啦。伊伫一处的论坛座谈当中，伊有去讲着邓丽君这个死亡的案例。表示伊甲当时邓丽君的主治医师是足熟悉啦，所以对伊的病情是足了解。钟南山伊安尼讲呢，伊讲丁丽君出代志的进程都已经有感冒啊，啊为着吼无要让伊的这个声质啊，让伊的那喉声质受到影响呢，啊就请医生吼开了真侪迄个喷雾剂啦，咱知道迄脑若无爽快，啊是吼下骨的人吼，弄一种迄个啥喷雾剂啊。你着人咧艰苦的时阵，你抓落来，对，遐着伤人体啊，对，会挖起来啊。这种药效果足好，但是你袂当食喷，你食喷绝对会有副作用，会乎你的心跳失常，会危害到你的生命。但是这个代志，医生拢要甲邓丽君讲，啊，邓丽君嘛为着要切割喉液。歌声歌一出来足水，所以就拿哪有艰苦咧下骨咧喘的时阵，伊就转一直转。次数转了伤侪，是产生了副作用。迄当时无其他的人在现场，搁再加上清迈，迄当时的交通足拥堵，伫路人耽误了将近半点钟的时间，送来到病院，身体不轻，错过了抢救的时间。但是伊个脆皮诶，手僵硬诶，到到即马嘛无一个答案啦。到即马嘛无一个答案就对啊。当然，咱那依托上诶吼，是毋是讲吼，因男兵迄当时伫现场要甲抢救，要甲包精神啊，安怎咱毋知影嘛吼。啊，即个是安尼吼，即邓丽君诶死，就是因为伊下骨啊，撞迄个喷雾剂吼，撞了伤者啊，产生了副作用，造成了伊心脏未堪是来死诶吼。啊，这是钟南山讲的吼，啊，这到底从个什么这无，咱唔知。当然咧，嘛是阿个一个病啊，吼，嘛是无解剖讲，即啦，这邓丽君是真正有影是用迄股死，还是迄个脆皮？无啦，啊，伊就是三心，伊就是撞迄药撞伤者，为着要切割喉的刮痧，保持到真好啊，所以伊就拿不着，迄股伊就紧转一转，啊，迄袂当接应的物件。但是迄个脆皮，因我听起来都啊，迄个矛盾啊，你伊个男朋友保留啊，邓丽君咩？迄黑股咧发作的时候，伊男朋友伫咧，对啊，是啊，是啊，他生病也是嘛无伫咧嘛，对啊。啊！你后人厝边隔壁等下除了，人讲邓丽君一定上去上病，啥个叫做伊也无咧管，搁做去去困，一定到阿警察来找伊，讲邓丽君死啊！安尼表示迄个脆皮，就来咧莫名其妙。无啊，阿谁也无别人，你买当用安尼想啊？迄当时当咧发作的时阵，昏去的时阵，救袂我的时阵，迄个保罗对伊的脆皮啊，那个线路迄个精神起来，还是安怎样？保罗都无伫咧啊！无啦，我是讲。你过程当中啊，有可能是安尼做啊，阿廖是保气的，对吧？处理也是安那，安尼就是啊。所以讲到搞得都无效，就是讲人性的螺丝啊。那唔知因的相处是安那啦？有啦有啦，好啦好啦，我都等你今朝的这种足够的代志，足够的代志。我到底死亡的原因是安怎样啊？那内面有完整啊，啥种种啊？无看你找陈红爷，我陈红爷到哪讲的是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
料办哈，相关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来，继续再来看新闻消息下来。来，另外第二位的歌星，这个叫做黄志强啊。但这名字的黄志强，这个名你敢有听过？我想大家应该对伊出足称呼啦。嗯。啊，这个是啥物人呢？这个就是啊，这个什么人啊？黄秋典的后生。黄秋典的后生。黄秋典的后生。黄秋典就是以前咱台南人歌弹歌戏啊，做好唱歌。啊，迄目神吼，会讲点。啊，所以每次到吼，伊都拿吼上台去唱歌的时候，哦，做者啥物那拢天天点好音。其实黄秋典无结婚啦，一世人拢无结婚。啊，无结婚时，咱有这个后生叫做迄个黄志强呢。这是黄秋典因大姊的囝过户给伊的。黄秋典是电视安尼看的黄秋典吗？黄秋典就对啦。啊，就这个娘啦，阿姨她在演寡爷啊。伊上届温素就是演寡爷，阿廖一段唱歌，阿姨目睭足水，电安尼就对啦。啊，所以每次到伊伫这个歌顶咧唱歌，歌台顶咧唱歌的时候，迄目睭小瞄一下吼，早起那都现金啦，唔通便宜好嘛？听讲以前是安尼，即马无即个例啊啦吼。阿姨一世人拢无结婚，嘛无交过女朋友，阿姨是安怎有即个后生叫做黄志强呢？即个黄志强就是黄秋典因大姊啦。的囝，伊都无结婚不错嘛，啊，都过好，伊就对啦，都可以做永住啦。啊，黄志强呢，伊嘛是世人无交女朋友，嘛不错。黄秋典一个过往去了呢，留下了偌济呢，超过是一个遗产可以啊。哦，这篇咱来个听分嘛，你讲伊就是去刮手啦。来唱红了吼啊！专台湾资深的台语歌手，这个叫做黄志强，因老爸嘛是已经过往去的报道歌王黄秋典啦。伊伫2010年啊破病来过往去了后呢，将超过几亿的财产了，对个啦，拢甲老侯因这个后生买单讲算永住黄志强啦。啊，黄志强吼，安尼过着一世人吃清贫欢乐的生活呢。黄志强这个人真爱佚佗，四界吼出国去旅游去佚佗。如今已经吼生骗了三大洋七大洲，吼伊旅游的历史已经超过50档啊啦。听你讲讲清清菜菜吼，干那旅游已经吼开掉要20000万以上去了就对了啦。啊，进前有消息，朴槿引发了话题，黄毅啊，黄志强伊接受到这个媒体专访的时阵，伊咧讲讲有啦，佚佗这段期间，我那开买吼啊，超过1000万起啊啦。啊，讲到伊去过所在呢，伊黄志强伊表示讲，捌去美国、瑞士、威尼斯、意大利、法国、英国、瑞典、芬兰、冰岛、捷克等等，哦，足侪国家。侬讲未完，就是捌去过中国。啊，这个众人真好奇呢，讲哦，你安尼算算掉一栋楼，我出去啊呢。啊，这金额到底是偌济就对啊啦。黄志强伊咧讲讲旅游啦，啊嘛都爱买单买西啊，算算应该嘛超过1000万啦。啊，我存款本来就有几千万啊啦，啊已经啊开到要打啊啦。即马存身躯边拢是不动产样样啦。今年七月计划要过去希腊佚佗半个月，黄志强伊咧讲啊。讲我拢是参加旅行团，啊，团费是固定的，吼、哦，20万走未去，那搁再买一挂有诶无诶物件，一定超过30万啦。啊，迄、那个钱当然都爱早好有够，啊，那无是免那去享受呢。进前去美国吼，唔知影讲拄拄好，我就拖咧吼，一直买一堆钱去安尼啦。啊，被问到讲这个爆发户诶买物件放心吗？唔是容易坦白讲讲以前诶啦，啊，即卖吼。就较自然啊，袂安尼乌白开啊，袂安尼当作安尼红光盘啊乌白去买啊啦。唔过讲到某一道吼，去法国旅游的时阵，黄志强伊咧讲呢，伊讲第一站吼，咱介绍一间吼，一个50000几块的名牌的，这个卡棒就对啊啦。啊，我就随个跳了，就甲买起来安尼。讲囥到即马无用着啦，啊，拢囥伫厝音响啦。少年的时阵都做歌星，
啊，大家嘛啥讲刮车，你得拢爱排名牌啊，吼、嗯，无排名牌都浪费力咧吼。啊，我规身躯规套拢是名牌，啊，但是起码拢无用着啊，拢甲藏起来啊，吼，当作吼宝贝咧甲照顾安尼。所以像吴志强，伊做囡仔时阵，伊就真爱吼伫舞台表演，早年甲因老爸用收电视机去做秀啦，攻击宣言啦，相当爱笑家己。啊，即阵啊够开钱去世界旅游的原因。吴志强伊安尼讲，伊讲因老爸少年的时阵就对啦，辛苦赚钱，啊，真遗憾，在世拢也无享受到。啊，因老爸在世时有甲讲讲，我若过用去，只会再三留乎你，你着自己去佚佗，吼、哦，尽量去佚佗去开就对啦。吴志强嘛遵照着因老爸遗嘱就对啦。唔收电啊！你啊拍唔收电，还有我吼四个去流浪，啊前段就拢一直拍噶，我一直上唔收电咧，收电啊，咁奇怪，但系我话咧，四个，哎呀，有啲我唔收电，但系我话咧啊，哦，唔收电，唔收电，唔收电啦，啊，对，唔收电啦，我大概嚟拢一直上喺度听，唔收电呢度，唔收电呢度，乜讲去挂起啊？系啊，我都想奇怪，啊，伊讲伊就去海外四个流浪啦，啊，过来过去吼，拢会想电爸爸。啊，好伊会当过着吼无烦无恼的生活，吼、哦、吼，黄秋田无、结婚，啊，年龄大只一个囡仔做好生，叫做黄志强。啊，过用去了，老尾贵一个超过四个好伊安尼，啊，伊这个人也无错啦，啊，当我家己一人独身，那自由自在，四个比侬有够好，有够好命安尼，哇！哦，有啦有啦，对啦，这个是黄秋田啊，不是黄飞。啊，伊讲一首歌，讲笑红了专台湾，讲这个歌手，我奇怪，这个歌手这个名都还没听过。坑飞歌啦，哦，对啦，对黄秋田拢笑那个歌啦。对啊。啊，听你讲讲少年的时阵啊，上台你笑这个歌是摸一把酒吼，哦，做个输电就对啦，放电啦，输电。对啊。我讲有一寡吼，你听种朋友拢叫我呢，啥个呢？黄金啦，现金牵起嚟啦。对黄秋田自叹声多，然后但是看起来伊这俩无乌白开钱，无。然后咧有演艺界吼，钱一个赚多了就即投资，迄投资啊，投资甲到尾也有无吼，来个对头个再见，安尼就对吼。啊，这个黄秋田拄则讲的，这个后生其实就是伊个用的就对了。简单讲就是讲，即伊阿姐吼，阿姐把贵好伊安就对。啊，迄个黄秋田吼。这个这三个讲是伫咧洗三温暖的时阵无注意就出的吼，啊弄着头壳吼，啊本来咧讲这是两千块四元啊，哦，伤心的，嘿，啊那边医生甲研判讲这最严重无大啦吼，但是好加在后来咧这个开刀啊，讲从这个命甲救倒上来，对吼，啊当然到尾啊，那人也是两千块十年的时阵，叫我六年了，嘿，佮叫我六年了后，因为心肺更糟蹋啊。就是安尼，官咧讲诶，迄个心肌梗塞吼，啊，怎过身去安尼？我讲老了来，遐财产吼，讲尾安尼，讲一寡迄个唔捌烧钱诶，即种落做啥？唔捌咧烧菜诶，一寡亲戚朋友吼，全部拢来啊。因为伊拢想讲，因为想讲伊迄个后生有无吼，是用诶啦，用诶，系啊系啊，啊是毋是有继承权啊？那你养猪，你地方就相本来就是有继承权。对啊对啊，哎嘛是要来，除非讲伊无去办养猪啦。对啊对啊，吹讲诶，你还得无算啊嘛。是哈。啊，这个就这头拄仔咧讲，这个黄志强就是黄秋田所用的这个囡仔嘛吼。啊，伊即马买啊黄秋田过用去了后呢，伊较收到迄种叫做啥国税局甲通知啊。嗯。即怎讲，因老爸遗产遮尔啊济了对吼，而且在生之前拢已经交代好势，就是写遗书啊，放伫迄个律师啦，啊是大叔遐了对吼。啊，这个这三年啊，南部一挂亲戚吼，走来咧了解讲，这个黄秋田的遗产的分配安尼，看是咱本国安尼啦。但是吼，伫法律上全部拢总是这个这，当地个后生啊，好来，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现在公司咱转个免费的机会转刷，来这种个水哥都等下来。空五八六六八，这里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
来这边来边来，跟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催促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催促。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催促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有红素、玉米黄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啊决明子、稀油等等等等，真侪行的物件。这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为了对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通真多。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的物件，这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搞挖科。来个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啊、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掉。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步，不管你跳多摆，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工就着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诶，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你的视野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我可能咧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咧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用着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这所以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软骨素。那圣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食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里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胶原，包括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这个乙烯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以骨长骨长，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亲像咧浸猪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也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长骨长，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若是减退的话，你吼啊分泌出来骨长骨长，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掉，人去分泌骨长啊。你当然要挖去吼，咱圣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咧做做骨长骨长。如果若无只骨长骨长来甲咱软骨的话，咱的手脚、咱的脚脚、咱的关节的某些的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就是吼，你打扫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就抓咧去，你就磨掉软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圣山软骨素内底一个两多。糖小分子加完两百，包括维生素 C， 一个人的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一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我这是补充到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
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话，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能够所来的主要成分的对。所以有机钙今日才做朋友，有人讲介绍我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初分啊，什么星座拢跟你讲啊，非常详细。能够所加的店面这边的第二代了对。所以啊，个人我报一六千，这费用吼未使回楼客。飞了楼客就要像我们一条狗啊，赶快就对楼客也他开始惊人杂志就对了，误为人家就也开始一条狗啊就没通，没通就归操我做上去了，人会更赶快意思了对，那又他掉了对了，我往下咱招北湖了，别闹你，看别那得，别心中看别那得，好了会没通，得卡没通用，你把它抢劫了呢，做上去了，经过不。虚毒性改价哈，不顺劲，那么说病，爱喝散病的店哈啊，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讲不顺劲，会安说你不能讲，一年销售五千万了，台湾多多多电台改咱的责任呢，没法照管，就管好咱责任的呢哈。所以主要在三病以外，咱用许多三这三病来做搭配做使用。有啲我不了解，怕点我做详细说明，空白空空空五百。好嘞，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进行节目啊，个时间呢，听众朋友啊，任何意见要表达，要来开讲破刀的啦哈，要讲一寡细语啊，拢无要紧哈。啊，咱这个电话，咱就嘛就当个沟通啊哈，还可能可以的对。269-945-6哈，269-945-6啊，带来的电话哇，拨通啊，朋友呢啊，咱来个加一个空六就对了哈。好嘞，感谢。来接电话来，哎，啊，大主持人好，哎，大家来，你好啦，哈，来，这个金老师咧讲这五里空上面这个运动吼，五里空的经费，小弟在带你分林馆长，我今麦带你高雄关的高雄区的这个吉尔草，这个五里空的中央队，迄个是我的阿伯，因到四号，因一分到四号，因六号啦，嗯。我最近去有去找伊，了一百空空一岁，我有去找伊，安姐姐，吼、哦，啊，过来阵，只第三阵了，当荣誉的副主任，我从我在苏高台袂歹啦，吼、哦。啊，讲起来，这個何林官，这個林国华先生，国华先生伊的仔囝，就是林惠如，即卖伊就是现任国家乡的乡长啦。伊做起这個、啊，管理员，啊，阿爸是管政府上班，啊，这回足无简单要选举，拄啊伊的要小妹，拄啊三下拄的小。国民党那一个，啊，因两个结交国民党，真正有水准、有情有义啊！林国环早嫁林惠如，意外是当选是，这是小弟非常了解的工作。本来阵当时，伊虽然是女女前辈来讲，真正气魄有够好的。当时进步警察咧拍林国华的阵，因、林惠如跪伫遐，伫遐靠过向公安等等去，因到时就伤伊啊，讲起来吼。国民党是贪腐，甲贿赂甲妖秀的，所以台湾人农民的福利不是天顶包的，也不是国民党忠诚，是台湾人在民主的前辈，用肥、用白菜、用青春、用水花所换来，台湾人才给我认出这点。农民你更加了解个过去历史的经过是，就是安尼来的。无论怎样，一定要支持本土政权，只有台湾人增加做主。
但难道真正好滴啊？好，感谢谢谢。好，感谢感谢。来，你好，哎，喂，喂，你好，哎，来了。喂，听到，听到，听到，哎，听电话来，哎。两位先拜你好。哎呀，慢讲啊，你们。你今仔就两分无来哦。拜了歇困，拜了歇困，哎。啊，我要来请教啦。哦，不敢哈。是恁有打进城是两两日，你有讲着带人无打进带菜。哎，关南长讲的，长。哦。哎，对对对，哎。哦。啊，这打进带菜。阿霞，阿霞，哦，阿哥两间的苗，我来。阿霞，阿炳，阿炳，哎，阿炳，欣欣，欣欣，哦，欣欣，欣欣是民族咯，嘿，古代民族音乐对楼顶啊，哎。啊，这三间饭店，原来做楼，做楼啊。哦，这种做楼饭店，哎，对对对，做楼店嘛。是是是。啊，我所了解的。咱啊，大饭店哦，是有即阵有成台南，台南大饭店，台南大饭店，遐嘛是真久的饭店啊，遐只嘛够贴无，我都唔知影啊。啊，以前花椒大饭店，花椒，花椒啊，花椒是阮兜遐，阮祖厝啊。啊，一间临海大饭店，临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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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厝即嘛，哈哈哈哈哈哈。啊，我是要请教讲。啊，这三间对三间，啊，对三间看楼。哦，这款人唔知啊，哦，这来去查，这来查资料啊，啊，这三间拢是老店，拢老店。你个包括临海啦、台南啦、花洲，拢是古啊，花洲我自作细人就有啦，嘿。花洲什么无啊？花洲什么？什么无？什么？我改装来搞，我改装。啊，我做囡仔就是临海。哦，伫临海呀，阿明路。哦。是林海的这家家头路。哦，你是伫林海说完工就对啦，是伫林海少爷就对啦。头家股东啊，石头路啦，石头路啦。啊，好，安尼好哦吼。好，爱了解。等下。嗯。我要想问你，要讲吼，你台南叫台南有话题吼？嗯。足久啊。哦。讲我这。台南进行，台南进行叫我说，台湾啊，台南，台南，台南进行，嗯，台南进行，嗯，啊，这个歌星什么人？台南进行叫这个歌星，诶，我怎么想，我想不，这个疫情是最有名，爱多跟他切红一条呢，其他都无红。啊，这个敢像四年没换。都台南进行叫。我电话挂掉，我接不通，我暂时来讲下。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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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这条台南。嗯嗯嗯。哦。足久啊，足久啊，这个林世峰啊，林世峰潮，林世峰，林世峰啊，哈，好，安尼好哈，阮接八通啊，多谢，多谢，多谢，有这条歌啦，有这条歌小出名，啊，来你啊，阿香，啊，金宝是啊，好了好了，阿这袂使讲起咯，花洲的边啊小豪州，小豪州，阿个黄仲坤喝一行哪来呆男？啊，黄仲坤不了台南人啊，伊过来台南。对，伊唔个不要住台北。哦，对了对了。大家拢爱住花洲。哦。阿公诶，有小姐当叫。哦。爱来经理我捌，干那会亲来叫尔。哦。爱来经理甲我讲，因为这是最少取才会二十档啊吼。五千拢敢报价十万，大家拢卖，大家都卖去甲你，迄落，等于甲你讨价还价，那个是啊啦。哦，迄个年代，这个介绍是咩啊？咩啊？你啊？介绍介绍，一万八，其实是五千的行情，啊，一万内，真正一万内。黄仲坤啊，啊，无啦，滚来啦，遐，大家拢悄悄国个，干啦，我以前袂叫尔啦。第二，迄个超过八十岁，若要食台南的迄落。台南食物即个吼，新鲜的吼，因拢会去食物食呢，因拢外送啊，外送无一个叉客啊，嘻嘻嘎嘎，爱当乖，一定因若无食，我讲有钱人哦，无食迄真正袂啊，感恩姐姐。好，好，好，感谢。欢迎啦，吼，欢迎，喂，你好，你好，喂，哎，嘿，嘿，请讲，嘿。今嘛讲的欢迎，讲那边来当副社行政机关了。嗯，唔知呢。你讲另外讲，今嘛都讲要超贵讲。嗯。
NCC 你说到立法院，会负责机关，哎，我交通部讲做者机关，也要负责立法院，安尼哪有种道理？行政机关是行政，哎，立法。啊，国民党都无在咪讲道理个，啊，讲家己也做代理生，家己讲要变几票，啊，另外是新代理生，啊，家己代理生都十只嘛通过，啊，也把做阿伊人侪啊，另外伊是讲伊人侪，啥物都会当通过啊，对，人侪就是阿万啊，看连讲那个天空我当第一无安尼尔，无，啊，你又介无所谓，就行政机关都拢负，拢代理。啊，这里地方人多啊，啊，你这下行政，行政但这三者爱台独搞会背遐重哦，你先讲我遐重。因敢若言论自由主张安呢？国台办要共弹尽三者，规家共台诶台四号诶去啊！春节早起来才38号呢，啊，要四零年啦，夏立言拢是拢中人诶，要去立啊呢？前回去人立啊十公，要叫个死破啦，台独有遐重哦，台独个言论自由呀，你要讲咱叫个死破？做国台办之命啦，啊，拢去中国领钱啦，啊，那台一个就有钱，啊，那爱弄死人嘛，啊，但国是冇钱，因老爸富。你讲得太好，你太搞我啦，啊，好。注意大哥，哎，你好，你好。伊个 NCC 是要以政党比例啦，以政党比例来评选遐 NCC 的人啊。对啊，这用啊，是啊，你唔是讲在立法院成立啊嘛？啊，迄个，这美国民众有人去骂啦，我来讲这个白团呐。这白团哦，当时二二八甲古林头白团做指挥官。这个白团是日本人匿名哦，将官退休了啦吼。开那个将盖就到三江的啊，将盖就到三江的，无水的吼，在到下乡啦。啊，伊将盖就干嘛讲啊？我就过拍咧就真成功嘛。啊，我想要阿宽分工等于我都无，啊白团也将你阿公无阿都，伊讲伊讲。啊，阮内底人敢无较优秀个啦？伊讲白团以迄个东京的回忆录内底有讲，伊讲较优秀的无啦，那勉强的有两个啦。但是这两个伊讲名号出来，迄站的后埔村、靠北村啊，迄站嘛多伊大学生嘛吼。啊！伊讲恁内底无优秀的人啊，伊讲敢无啊无嘛有较优秀的吼、哦、啊，几例两个吼、哦、一两个，哎、啊，伊迄个回忆录，伊当家回忆录讲啊讲伊，我害了那两位军官入狱啊，啊你恁得让了解啊啦，就介少吼，伊未相信讲。边一个卡的人，伊今物讲啊，就安尼好啦，谢谢。好，来时间我那差不多啦哈。这个团是较早历史大战结束了后呢，留伫台湾的一寡日本的将领甲军官，因家族来就到三江训练军队就对了哈，那是个团安尼就对了哈。好啦，咱继续跟大家迄个了做，哇，咱即马时间的关系，咱来进广告，阿连明则去倒转来。国民党即道即个总统大选选无赢啊，对因来讲打击是真大啦。啊，但是偏偏煞多好因即个立法院内底人数吼啊。变成德寿洞，啊，唔过德寿洞就对啦。照理讲吼，应该得爱吼想尽办法替选民做服务，唔是啦。因即马同我观察也入走啦，起无得，安尼用咧甲你创就对啦。
啊，你甲看来看去吼，啊，真正吼是咧执行中国的意识啦。啊，包括吼，这个小蓝趴啦，吼，小蓝巴，这八家就对啦，完全无家己的主张，完全无台湾的利益就对啦，戆嘟嘟啊，就底下咧为反对而反对。啊，所以这段时间咱简单讲一句话啦。看天公有法度人处理因这群人无啦，啊无真正无法度伊啦，真正无法度伊啦，啊就是红松四当啊呢，啊咱个艰苦四当啊，啊四当后，那个继续算不算输赢呢？为了对啊，就是代表讲咱台湾人都应是不严吼，献类似讲像迄个小蓝巴啊迄种，啊献像这个啥国民党这种迄个无为了迄个暴君旗啦吼，啊徐巧芯这类的啦，啊就天天这马庆芝无啊这个。大家诶，强调吧，恁都要选这啊，我咧选输恁就无多袂用买呐，我咧不在你边，哦，啊，就等四单哦，再去看卖啊，啊，但是由此可见啊，这国民党哦，干那他妈硬干骂就无路用，对不对？你玫瑰波啊，这么少年啊，对这种骂方法，干那无啥物兴趣，嗯，啊，所以呢，这有当时啊，是不是大家换些方法咧？嗯嗯，我用耶啊，是用口舌啊，讲我较轻松、较趣味淡薄啊，那就对哈，来来。他都话呢，为讲到这个吴秋田的对啦，吴秋田吼，阿姨上出名一条歌，我来个坑蟹歌呢啦吼，诶，咱来个听一下吴秋田的坑蟹歌，唔同啦，来来来，好来，阿都阿无清楚，阿无讲阿无清楚，出来，好，先慢慢来啦，先慢慢好来，吴蟹田的吼，吴秋田啊，吴秋田啊，好奇怪，我常常拢在讲吴蟹田啊，好，开始啊，吴秋田吼，诶，坑蟹歌了对好啦。也过也过像前头听了啊，也将一个将签来放放这里啊。啊，这哇，时间嘛差不多要搞了，我无，你都无想清楚啦。好啦，我下波老师今仔来安排一下啦哈，唔少定的哈。这个就做啥？要讲政治啦哈，咱应该有哪爱对时代会对啦哈。啊，哪讲哪个，哪讲哪算啊？你啦，哎，平常咧讲个气喘喘啊，你敢那像？哦，哎，要紧做对啦。